给我一个人的掌声。两个人表演，给您一个人的掌声，再拍就是给你拍的了啊！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再一次谢谢大家给我的掌声。嗨，真能争奖，你这开个玩笑，哎，没有外人，嗯，都是老朋友，是看着我们这么多年一路走过来，嗯，站在一起，我就特别高兴。啊，心情很激动，因为我只要旁边有站着谦儿哥，嗯，我打心里就痛快，就那么高兴吗？你看看，你瞧，我算了一下啊，我们俩到今年合作十年了，哎，整十年，我得感谢您。你瞧这话说的，如果说郭德纲有这么一丁点成绩的话，那么完全得利于我自己。那开始，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你说。以后您要不打算介绍我，就别往我这儿比划一下行吗？没说完呢啊，您说。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嗯，浑身是铁打几根钉子，这话对，没有人家的帮助能有今天，不敢这么说。借这个机会我要好好感谢一下我的夫人。我说的这里头到底有我没有啊？有你啊，说我呀，要没有你我早就红了啊。啊，我这一直搅和来了是吗？哪能没有啊，是我们是好哥们儿，好兄弟，好伙伴，好搭档，一路并肩走来。嗯，在舞台上我就是那个甲，哎，我是乙，我是逗哏的，我是捧哏的。如果说我是天上的一颗星星，那我呢，您是太阳，这又过奖了。我要是胰岛素，我你是高血糖，嘿，这么搭配的。我要是喜羊羊啊，你是灰太狼，动画片都出来了。我要是陈冠希啊，那就别说了。我可不是张柏芝啊，你是阿娇，哎，嗨，太过了。还是没跑了。我是陈冠希啊，你是照相机，这行了，这还改什么辙呀？这个就都行是吧？什么一点都不行，闪眼落晚上，没有，嗯，没有这么比喻。一路并肩走来，确实不容易。是，大伙儿有功夫多听听相声，哎，心情愉快。嗯，人都说，哎呀，说相声是大夫，嗯，有道理。哦，治心病。哦，心病，心里堵得慌。嗯，听相声去吧，哈哈一乐，不别扭，痛快。当然了，嗯，真有病你得看病去。那当然，说你指着听相声治艾滋病啊？目前吧，还做不到。甭目前了，以后也没戏。啊，目前还不行啊。什么呀？天气也没准，一冷一热的。嗯，这些日子，德云社后台净得病。啊，天时不正经，咳嗽、感冒、发烧、流清鼻涕。对，我是刚好，那也病吧，刚好。于老师也是，他比我还厉害，我更早一段，他是咽炎，啊，这老病儿，咽炎你说普通人不叫事儿，嗯，说相声的叫事儿，这正用演员嘛，就怕这个。当然了，从古至今得咽炎的人非常的多，很普遍。古代好多人也得过咽炎，古代还有人得咽炎吗？李莲英，李莲英得咽炎，咽完了发炎嘛？啊，什么呀？就是不干净。什么不干净？我忒脏了。也行了，您那李莲英跟我这俩地方知道吗？对啊，对对对，他是作坊，你是医院。哎嗨嗨、哎，没说做手术，你做手术他都吓死了。谁都害怕，胆儿小。嗯，大夫，这行吗？问问。大夫乐了，你放心。嗯，我们会尽心的。哎，我是您的观众。哦，干这行很多年了。加上您这个手术，我一共做了217例。你看，我也希望能成功一次。啊？一回都没成功过呀？你躺着闭眼别动啊！啊，嗯，哎，对，还念着经呢。干个劲劲儿，什么呀？干个劲劲儿呢？做手术嘛。啊，我们都在外边等着呢。
子是都不放心，想看看手术会成功吗？嗯，一会儿打里边拿车推出来了，哎，精神状态非常好，没问题，跟我们打招呼啊，哎哎，成功了，哎，失败了，这叫按照李连英这么做的了，这是。今天能跟于总管在一起，行，哪儿起这么一外号？哎，于总管啊，没有那个，注意身体吧。嗓子问题，嗯，好几个得病了，嗯，刚才那俩人啊，站桌子里边那个啊，捧哏的，那叫侯震，对，我师弟，嗯，他父亲是侯耀中先生，是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侯震，嗯，都知道侯震，哥仨嘛，对，他父亲行大，哦，大爷，哎，大爷侯耀中，嗯，他三叔呢，就是我师父侯耀林先生，对，他二叔呢，嗯，看看报纸吧，啊，也废了。都登着消息呢。嗯，侯震就是他，他也前两天这刚好啊，也病了，有病愣扛着，哦，有病他还爱吃药不吃，是啊，就这么扛着，你那哪行，不叫事儿，去上医院啊，流清鼻涕了都，哦，到医院噔噔噔噔上楼，嗯，大夫您看我这怎么办，嗯，你啊多喝水，哦，注意休息，保证睡眠，嗯，配一副眼镜，嗯，干嘛还配眼镜呢，看清楚了，大夫在楼上，我是会计。哎，大夫，这会计你哪那么些废话呀？你他还问人家呢。啊，那配什么眼镜啊？哎，也是气迷心。你配个墨镜。干嘛非配墨镜啊？嗨，眼不见心不烦，你们家多乱呢。都知道了，有病看病，哎，没病别找病，是，别学的跟李菁似的。李菁怎么了？也不咳嗽，也不喘，什么事没有，一天到晚疑心，哦，怀疑。师哥，嗯，我是不是有病啊？怎么了？我说你不撑的吗？啊，哪儿不好？是啊，我一按太阳穴就疼，这儿按心口也疼，哟，按嗓子也疼。啊，我说你看看去吧，怎么了？手指头折了。哎，嗨、哎，哎，按哪儿都手指头疼啊，这是。嗯，这不是瞎琢磨吗？希望大伙儿有一个好的身体。哎，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赶紧去看去。当然了，有人说哟，不敢去，害怕。怎么？这是错误的。嗯，好多病开始没事。越救活越厉害，越救活越厉害。对了，到最后再想治都治不了了，这讳疾忌医。而且现在来说，医学很发达。嗯，你过去好多病现在不叫事儿，是吗？当年得肺炎就算完了。哦，那是肺痨啊，治不了。嗯，小孩一出生，啊，四天六天抽脱准死，那叫四六风。现在没有了，老年间的事儿。现在医学太发达了，是。不管是大病小病，器官移植过去敢想吗？过去可没有，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嗯，现在有。于老师，哎呀，嗯，心疼，哎呦，心口这儿疼得厉害。这儿，哎，这都能换？怎么着？那心也能换？就拉到医院去啊？嚯啊！不兴趣了？没听说过。把你的心拿剪子绞下来，嗯，搁盘子里边，搁边上。一会儿，这儿先搁一个闹钟替你跳着。搁一表替我走着呀，嘚儿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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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儿，哎呦呵，还响了。大夫有个主意啊，上北京动物园啊，啊，死一狼，哦，那狼那心哪里？哎呀，给你缝上，嗯，好了，我这就能好了吗？嘿，办事比原来还果断。是啊，就是叫稍微少了一点，不睡了。夜里三点那是准醒啊，定点儿河边找一地儿一坐，看着那月亮，我连习性都变了啊！就是医学非常的发达，嗯，胳膊腿啊哪儿都能换，我胳膊腿能换，你看看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好吧？又说我现在开始你就是个例子，哎，你是一花生，什么花生？我什么叫我是一例子呀？拿你当一个例子，我们来举例说明，这就完了呢，好不好？啊，可以。于老师演出结束，嗯，得回家呀、啊。
是啊，后台演员有三六九等的。哦，开什么车的都有。啊，这倒不一样。于老师看，哎呀，嗯，混这么些年，瞧你们开这些个破车，不好啊。这是，自个儿来到这儿，搭上铁车，一天腿儿上去。对，我蹬自行车，那我还有什么脸说人家？锻炼身体啊。哦，锻炼身体，回家为锻炼，不就快呀？蹬得快。前面有一姑娘，女孩，打后脸看，呵，这好看，漂亮啊！于老师乐了，哟西，哎，日本话，怎么出来一句日本话呀？我弟，我弟，得着你干活。哎，行了，还是中国话。我弟，参观参观你干活。啊，只要看看不就完了？玩了命的蹬啊，嗯，蹬到跟前超过人家去。那是，回头看，这么回头，我一看这脸长得跟白鼠似的。那就难看啊，于老师吓坏了，啊，一捏闸，哦，整个这车翻，这都飞机啪，你就摔地下，我摔，摔哪儿了？啊，又打这边，嗯，来一辆大卡车，卡车拉着12吨钢筋，这太沉了吧？打这过啊，啊，你这胳膊这儿啊，过去压着了，过去赶紧踩住了，坏了。走错道了，哎，走错就退回来了，哎，没错呀，嗯，错了，他想好了再走成不成啊？错了吗？啊，没错，没错，错没有，就为压我来的，这是一个来钟头，我，司机想，哎，无所谓，走吧，哎，无所谓，你琢磨这半天干啥呀？走了啊！老百姓都吓傻了。那是啊，就亲眼看着啊，进来，哎呦，车走了，这出事了，查他妈压了流氓了！哎，你别这么压流氓了，像话吗？赶紧打电话，哎，就去医院。一会儿工夫，这救护车来救护车了啊！车停这儿，下来两个小护士，哦，1米7大高个儿，嘿，1巴掌宽的护心毛，嗯，连鬓络腮的胡子，哎呦。穿着一水叉，嗯，底下穿大胶皮鞋，这是下来了，哪儿了？俩屠宰场的，这是。打起你来，啪，扔在车上，嗯，关上门，这就奔了顺义肉联厂了，是吗？净想好事，废话，我那叫好事啊！拉到医院去了吧？我去医院了。到医院了啊！进门先登记。那是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岁数小名叫什么外号叫什么这还写这就问着玩没听说过问着玩的病怎么办媳妇多大岁数孩子是你的不是你管着管着写完了签字啊签字拉到病房去哦大夫人正等你呢等我怎么还没送啊我早知道我要来这是哦来了啊把烟点了先掐烟检查一下吧嗯你看胳膊指头辣这压的呀这报警啊啊截肢截下去换一新的嘿得从这儿截哎压这儿了从这儿截对因为从医学的角度说这么着解恨、哎解恨这什么医学这是嗯先打一针破伤风针吧这是必要的呀来来看好了看好了但是就得脱裤了脱裤子人还管你这玩意儿我穿多少裤子你这些日子正练变脸吗不是啊是练什么变脸这叫变脸就、啊、最好别动 啊拿出针来先拿出笔来啊哦在你屁股上先画一圈这是干嘛画一圈点一点嗯得打到这儿才对你这瞄准用的我再把针拿出来嗯弄好的药水哎呦扎得真深打个冰箱哦找那个锯锯锯胳膊吗截肢用的哎打个冰箱嚯冰棍儿元宵带着饭带鱼什么东西怎么全这玩意儿啊你没事干带回去不能闲着、哎找着了锯紫薇薇蓝娃娃霞光万道润海千条真快小钢锯找出来呵大夫拿过酒瓶子喝了一口哎这是干嘛呀消毒他不喷这口挺干净知道吗搁鞋子蹭的等着摁着摁着啊摁好了再一阵儿到这儿去嗯、
拉一个球好撅。哎，简单。那你拉他干嘛呀？嗯，别动啊，没事，你没事，等着啊。你这胳膊卸下来了。哦。拿盘拖着。是。到后边。到后干嘛？单有这么一个叫倒模使。倒模。你这胳膊顺着机器里头去。啊。一会儿出一新的，这是假肢，跟你这是一模一样。就这么好。你这个呢，就送到后边食堂去。哎，就吃了。就吃了，弄回来，嗯，给你上好了，嚯，都凝得了，嗯，喷好了，抹上药，嗯，穿上衣裳，走吧，不，这就算成了，成功了，这就行，一点问题都没有，什么都行干，你看跟原来一样啊，甩着甩着，甩着甩着，没问题，怎么都行啊，然后练个太极拳，太极拳啊，一样一样，嗯，这是太极拳吗？这啊，小偷吗？一点都不耽误写字，哦，书法也行，哎，电脑啊。我这刻毛豆的似的，这是电脑跟这儿打呀？哎，这都行啊！啊，跟人握手，啊，这样啊，啊这看不出假来，是吗？啊，你伸手，你看，啊，你看一样不一样？你看，这就是真的，这还能看出？就是不能打架，嗯，打架呢？你打架，人欺负你，你还手吧？啊，啪一嘴巴，对吧？你这儿空了，知道吗？那胳膊呢？挨打了，叼着跑了。哎，好嘛，我给狗一嘴巴，感觉。嗯，这行吧，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就是反正举高稍微差一点，哦，伸直了都行。哎，你上公汽车，你这样扶着，一会儿下车你走了，你胳膊还在那儿。哎，好嘛，啊，我这没当扶着，谁过来谁举着啊啊，没事就都可以，胳膊能换，哦，胳膊行，腿，嗯，大腿腿也可以啊，行吧？你看于老师这胳膊好了啊，上街上逛街去啊，遛弯去啊，跟往常一样，对。新的，这都没问题了。一走路特别高兴，嗯，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吧？你先等一会儿，这时候呢，特别自然。我都这么走道，这是什么都行吗？这个就稍微你就省着点呗，是吧？你不能这样，你这样一会儿这出去了，哎，这还能出去呢？这你这一下啪不合适，是吧？当暗器的，哎，揉过的劲儿，慢慢来，省着点。哎，有事用这手啊，省着这手，这少来，嗯，挺好。啊，就遛弯去，这就出去了吗？嗯，这儿走那儿走，看穿大街过小巷。哎哎，怎么？这有一堵墙。哦，墙上面俩窗户。嗯，冒水蒸气。哦，哗啦哗啦水响。嗯，里边听人聊天。聊什么？俩女的说话。说什么？二姐，你帮我搓搓后背吧。女老师乐了。我听这个，我乐了。这传说中的女澡堂。干嘛还传说中的呀？你看我没参观过啊，这有参观的，我瞧瞧吧，啊，看看吧，爬墙吧，那得爬墙吧，啊，先把这胳膊搁在这儿，还得想好了，稳住了，嗯，来走，哎，这多费劲呢，这我都这样，我就别犯这烂了，我就拦不住，我还看人女澡堂子去，哎，到最后，咦，怎么样？坏了。怎么了？锅炉房，哎，这好爬错了，旁边那窗户才是呢，这不费劲吗？赶紧下来吧，赶紧吧，下来了啊！窗户这儿站着好几个保安，哎呦，你干嘛呢？嗯、啊，干嘛？嗯，参观一下。哎，我灰心不灰心的？啊，你老堂子，人家能饶你吗？当然啊，追，我跑，这玩的就那是就疯了，玩的，我这不净转圈了吗？我这么跑。就省着点使嘛，是吧？我这什么时候了？还跑吧，跑吧，五分钟啊，五分钟。你这事儿发生在，发生在哪儿呢？垂杨柳这边吧，跑垂杨柳，双井这边吧，好吧。五分钟你就跑到公主坟了。哎，嚯，我跑的还真快啊！嗯，你就上了机动车的逆行道。哎，那没路走了呢啊！嗯，站在这喘口气吧。逆行道上，对面啊，这大卡车就来了。这大卡车怎么老跟着我呀？这个拉着。50吨钢筋，哎呀，比上回还重！哇，我你下岗了？那是啊，坏了！我告诉你一声啊，停车啊，停车，有人！不，这就别省着了，这个我这手吧，你省点使呗。不，这谁看得见呢？行吗？行了，我在这儿拉你看，哇，别喊了，我在这儿拉着呢，拿脑袋找手去，省点使点吧。没听说，哎呀，眼瞧着都完了，哎呀，行了，你会后悔的，哎，这指不定谁后悔呢，这个，砰，真撞他，怼出去了，哇，怼到十几圈了，好，嘿，
太痛快，抵到心里边又解气了，抵到心里边这还说了，干嘛解恨来了？一会儿你清醒过来了啊！哎，我的天哪，我还真能醒，你这玩意儿。哎，没事，嗯，我没死啊，你看，哎，金座，哎，啊，行行。行了，你这玩意儿啊，刚换没几天，还挺用的，挺习惯，你知道吗？真狠！行了，这就是用这手吗？不行吗？心中暗想就是我没死。哎，这行了，心中暗想就不用比划了，知道吗？这是协调性。哎，这有什么可协调的这玩意儿？哎，突然发现啊啊，那边地上怎么有一只鞋？鞋？这很像我的这只鞋，哦，过去捡去吧。啊，我都蹦过去了，捡起来。啊、这鞋跟这只一样啊。哦，鞋带捡呀、啊，袜子跟我这一样。还有袜子？袜子脱。哎呀，我的脚！哎，我，你看脚都撞起来了。高兴啊！哎、我的鞋。哎，这还行。就是高兴，就是鞋没丢是吗？对对对对。我太缺心眼了吧？太得了。坐这等着吧啊！来吧，司机累了，哪儿去了这孙子？哎，好、啊，这医院就为我开的，这是。哎，发现了啊！停车，俩护士下来，哦，一米七大高个儿，人比我腮的胡子，一巴掌宽，护心毛，哦，穿着水叉，底下穿着胶皮鞋，就等着我呢。把你搭起来，扔到车上去，啊、一关车门，走了，赶紧，五分钟之后又开回来了。干嘛呀？那脚没拿。哎，你干什么来了？他们。干嘛吃这个？拉到医院去、嗯，进门先登记，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岁数，小名叫什么，外号叫什么，媳妇儿叫什么，孩子是你的不是你的？怎么那么不行的这些人？拉到病房里边去啊！大夫正等着，都还没来。哎呀，这大夫也闲着没事干了。头报你可来了！哎呀，你不来没法下班，就等我下班呢是吗？来吧，啊，看看一看，打脚脖子这掉了，压着，截肢，还截，打大腿根去。你怎么那么高兴呢？你说这些，我就指这活着了。哎、好嘛，把大腿根去啊！根上，赶紧。来来来，脱！又来了。嗯、拿笔在屁股上画圈，请问画十个圈啊？不一样啊，不一样，有环数。对对对，十、二十、三十、四十。行啊，打不了这么准，知道吗？嗯、打针，呼，打完了，这赶紧把锯掏出来了。又锯，踩着，嗯，踩着脑袋啊。踩脑袋啊！两边弄，哎呀，还是撅舌的这个。把你这腿送到后边倒模式。哦，一会儿出一新的啊，一模一样。是啊，你这个就记得浙江金华，哎，知道吗？做火腿了，好嘛，还挺要手艺这玩意儿。给你按好了，啊，上得了，穿上裤子，穿上鞋，成功了，这还又行了，出院了，这就算完了。好，这回你走了街上啊，手术相当成功，知道吗？我都改点脚了，我有什么成功的这个？就是你回去自己炫去，干哪不过拿刀咔嚓咔嚓。那我用他们干嘛呀？是吧？嘿，这回再上街啊？啊，是不是？还别扭啊！你说你这叫追着幸福跑，你还行了，这能追得上？胳膊腿都行。哦，脑袋也行，脑袋还能挂，一点问题都没有，过了吧？不，哈，你瞧，行吗？你闲着没事吧？你不得上街吗？是吧？啊，对，我也是浪的啊，我都这样，我还上街呢？这多洋气，你这个是吧？这有什么可洋气啊？出去吧，上街。嗯，对面那有一姑娘，又来了，乐了，又哎呀，我早晚不死这姑娘这怎么了？高兴啊，高兴啊！哎，嗯。啊哎，你行啊！这一上一下的，晃着眼睛。啊，哎，姑娘一回头啊，一猫腰捡砖头，哦，他一捡砖头你就跑。哎妈，我狗啊是怎么的？人一捡砖头我就跑，跑不是快啊？这还能快得了吗？别快，你得躲呀。嗯，进了胡同了，哦，往这一坐，哎呀，太累了，后边修房，哦，房上掉了一钢筋水泥的大坨子。700来斤，哼，款款实实的。这回是没装在车上，你这玩意儿，这叉车没来，掉上了，打上了，哎呦，脑袋就砸进去了，砸枪子里去了。对，你吓一跳啊！我怎么看见午饭了？哎呦，我这还哎，我没嚼碎，没嚼碎，像话吗？你这怎么回事啊？害怕了？那是啊，喊吧啊！
生意，你学什么的？出不来声，都砸进去了。你娘娘娘娘娘娘，又来了，车来了，司机气的怎么躲这儿来了？这是啊，还能找着我不容易。车门一开，俩小护士下来了，一米七大高个，长发飘飘，眉清目秀，齿不唇红，穿小超短裙。嚯，看吧啊！我拿什么看呢？我都砸进去了，我怎么看呢？你当时你这么一想啊啊！我还想呢，我都没脑袋了。你用肺来想，肺想，你会唱歌的肺想吗？这嗨，您这都不挨着这。大车车上去，拉到医院，一进门姓什么叫什么，多少岁数孩子是你的不是你的？哎呀，都填完了，记一遍了，以前都。大夫等着你了，呵，就等你半天，也甭打针了，不要紧的啊，弄一撬棍来，咔。哎呦，把脑袋撬下来，嚯！弄一新的，按好了，拿钢笔画，没有画笔，打这起你算是好了，不死了。哎，真的还不死啊？你想脑袋完了还能活吗？就是，您说这不。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是希望您呢健康长寿。哎，那我信。人生苦短，活一百岁的没有几个人，是好好的活着。人这辈子不容易。您记住了，危险是无处不在的。您想这话您又不可信了，怎么呢？您说危险有也谈不到无处不在，我说话没有听的时候。你不是，您这不可信。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您说一说。你又是一个例子啊。这还说我演出结束也没什么事儿，于老师就站在门口抽烟吧。哎，这回不溜达了啊，穿一身西装啊，这没什么危险，打扮得很绅士。是啊，叼着烟。这什么绅士啊，整个人小流氓啊。这你就是在医院待的时间太长了。哎，胳膊能举起来就不错。哎，那儿过去姑娘。哎，要不来了，我倒霉就倒霉这姑娘身上，就爱看这个。是啊，你随你师傅啊。我师傅不这样。你随我师傅啊。那倒是。后来不这样。以前这样。抽烟吧。嗯，前调。嗯，妞给大爷乐一个吧。小妞不乐啊，大爷给你乐一个。哎呀，谁给谁乐都成，大爷整乐着呢。整乐着。房上过去一只猫，哦，喵过去了。嗯，蹬下一块砖来，嚯，啪，这拍脸上，蹬下一块砖来，横着拍。对，什么猫啊这是？机器猫。哎呀，哎，机器猫这脸都扁了。真拍上了大扁脸。哎，拉到医院去。嗯，治好了出来往那一站，哦，大扁脸啊，这么大呀。哎，叼着烟卷还抽呢。嚯，小妞又来了。哎呀，我也不长记性啊。小妞你看大爷这大扁脸扁吗？哎呀，啊，什么意思还看呢？扁不扁啊？扁呢。你看我这侧面，你看侧面，这看什么侧面？这一条线儿我都扁不就完了吗？大爷现在给普洱茶代言呢。好啊，拍成饼了都。啊，扁不扁？扁。大爷阿扁。哎，全想起来了，正乐着啊。上面电线折了，哎呦，搭在脸上，啪，都黑了。啊啊啊！拉着医院，大夫一看，嚯，这也没矿物管呢。哎，这什么呀？脸上黑了就没矿。总而言之，一句话，人生苦短不容易，危险是无处不在的。你说这话还是不信，我就劝不了你了。不是劝不了，没有的。你就一条命不够折腾了。怎么了？你跟猫比不了啊？猫呢？北京的民间传说，猫有九条命，有这个说法。你真有九条命，你也好不了。九条命，我怎么还好不了啊？好，于谦有九条命啊，先找一火车道躺着吧。哎，我这玩命去了。嗯，九条命吗？那我不怕，躺好了，火车来了，呜啪。死了，死了没关系，我有九条命呢。火车十节啊，全一样。